需去到天寒地冻的北欧，都一样可以在深圳实现滑雪自由。在这个炎热的天气，冲去深圳室内滑雪场。在深圳南沙阿尔卑斯冰雪世界，提供同户外滑雪场相比美的精彩体验。坡度、雪质和气温都经过精细的调控，还分别设有滑冰区和稀雪区，馆内配备大量专业教练和设备，无论是新手还是滑雪高手都可以畅快玩乐。背了还可以堆雪人、影下相，感受真正的冰雪世界。深圳南山区目前推出冰雪运动消费券免费领，推广全民运动，可以去南山文体通微信小程序领取冰雪专项消费券，仅限深圳、香港两地市民实名用户参与。使用场地包括阿尔卑斯冰雪世界、冰芬万象滑雪场、海岸城世纪星滑冰场、环雪南山后海店、雪尔马特室内滑雪、KK Park 智趣运动中心。最后提醒一下，去滑雪馆记得着长裤长袜，建议避开人多的时间去玩，快啲带埋朋友尽情享受冰雪的乐趣啦！